希望显示的是百分比，那这边就显示就是把它改一下哦，特别重要就是直接改哪里呢？改这个枢纽分析表里面的这个地方哦，应该都找得到哦。然后呢，把它改一下百分比。那但是如果说今天哦，我可能也想说我两个都要，我要一个百分比，我也要旁边再出现总共几个的话，那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嘛哦，你就是百分比这边先做完。 然后再把年龄拉到底下这边来，放开，它就会再帮你产生一个计数了，有没有？所以这边是年龄的百分比，这边是年龄的计数，啊、哦，两个就都有了 ，OK 哈、哦。所以基本上的话，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怎么样，做一个，哎，可是后面每一栏我都要统计，假设后面所产生的问卷结果，我都想要看到百分比各占多少。 或者甚至各占比之后呢，它的那个图啊，好、哦，比如产生一个派图之类的，也都会自动全部完成的话，那当然这个地方哈、哦，你可能就会需要用到像那个 VBA 了哈、哦。不过这程式要怎么写，你可能现在还没有头绪。如果没有头绪没关系啦哈、哦，在 Excel 里面有一个还蛮好用的功能，就是说呢，它可以帮你把你刚刚做的任何动作哈、哦，都帮你记录下来。 那记录的形式哈、哦，其实就是把程式写出来啊。它的形式基本上就是 VBA， 也就是说呢，你不会写那个 VBA 没关系，它会自己帮你写出来。那你只需要怎么样拿来做修改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啊、哦，可能还如果你要达到自动化啊，自动化我跟各位讲一下，比如说后面不是有十几个栏位，你通通要做完结果的话，哦啊，其实我这边有个按钮，我按一下它的话哦，枢纽自动化，按一下它会怎么样？ 后面全部有没有自动就跑完了？好、哦、，OK， 有没有看到一闪一闪的哈？那、哦啊、其实就是所有的报表哦，通通都帮我按照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每一个栏呢，通通都跑出啊。当然，你后面如果说要加一个图啦，同样的方法，你也把它补到后面啊，不就有表有图有表？哎，所以你会发现啊，如果你全部做好之后哦，你觉得说这些我要再更新要删掉的话。 这边还可以加一个删除工作表，按一下，全部都通通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清除删掉，马上就全部都归零，就重来了。好、哦，所以你要就按下它，哦，它只有看到它一直跑，它、啊、其实并不是你在做，而是程式全部帮你做完了。好、哦，那、啊、你只需要怎么把它切到前面去看一下，哎，这个，哦 ，OK，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录制聚集所产生的结果。啊，看起来其实。 好像威力还不小哦，不过怎么做哦？我们还是先从简单到复杂，啊，其实也不会很困难啊，反正都有固定的 SOP 啦。其实我做写程式啦，就是很固定，反正就是按照标准化流程哦，然后结果就出现了。啊，只是说细节啊，恐怕你要注意一下，哪些可能会发生错误的啊，可能尽量避开，那你的结果应该就是正确的。好、哦、，OK， 那接下来哈、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请各位哈、哦。 先帮我做一件事，就是第一个，请你帮我把那个刚刚的动作哈、哦，假设啦，我们先做简单一点的，就是产生一个性别的百分比，哦，那你们刚刚的做的过程当中哈、哦，就是先怎么样，先彩排，啊，特别重要，录制剧集哦，录制其实你可以等同有点像你在拍摄影一样，摄影之前哦，你先彩排过。 不然的话，如果你没有彩排过的话，你可能会录制到不应该做的动作，那个叫 NG 了。OK， 所以你也不能 NG 哦，你做的动作就是有点比较是 step by， 因为其实程式是这样的，程式就像机器人一样，所以你等一下录的动作你要类似像机器人，反正动作比较多，就固定那几个动作 OK。好，所以特别重要，我们再把刚刚的动作把它录制下来。好，那录制怎么录制哦？一 请你切到开发人员。二，请你看到 Visual Basic 的隔壁的隔壁，这边会有录制剧情。哦 ，OK。那、啊、其实我蛮推荐各位哈、哦，除了会这个之外哈、哦，也可以学学这个。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有些程式不会写啊，用录的也会产生。那 VBA 其实我觉得它比较算是厉害的一点，就是跟别的程式不一样的地方。别的程式。 开发像写 Python 啊，或写 R 写 Java 哈、哦，你不会写就不会写。那 VBA 是你不会写没关系，你可以用录的，录完之后再来修改。哦，这个地方的话，这是一个特点。这对于有一些可能基础功夫，因为你本身就不是从事这个领域的人来说你要一下子那么厉害不可能，所以怎么办呢？你可以借由录制的录制怎么录一，请你按下录制巨集。二呢，请你修改名称，那名称叫什么呢？也许叫什么枢纽分析或者是什么等等反正名称，但是你如果不改没关系，就叫巨集也可以。OK， 好，假设吧，我先不改，然后按个确定。不过请记得你按确定的同时你就等同是在录影了，所以呢，你做任何动作都不能多就是固定那几个动作，就刚刚做的啦你就是 step by step 我把那个 step by step 一个一个做我们来看一下，一按确定接下来插入这个所谓的枢纽分析表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给它范围，这个范围没错，按个确定。再来的话呢我们把比如说性别搬到列，然后呢再把性别搬到值是一个码值，然后呢再把它的百分比改一下，改成总和百分比按个确定。这样子的话呢已经完成了。那完成之后呢，请你注意一件事，你要把它停止就是停止录影从哪边停止？记得从那个刚刚录制剧集，现在是停止录，所以把动作停一下。好，完成。接下来的话请你找到你刚刚录的东西在哪里？其实就放在剧集里面。这个时候呢，请各位看一下你的那个应该在剧集名称里面吧因为我刚刚名称没改。所以第一个应该就是聚集一个，你再按一下编辑，各位可以看到，刚刚的动作程式基本上就在这里。好，那这个录制下来之后的话其实能够做到什么呢？基本上理论上，如果说这个聚集里面没有特殊的要求了理论上你就重复把它执行的话，它应该就会帮你再做完一模一样的动作不过前提是如果没问题的话，但是呢这个地方可能需要改一些地方，哪些需要改我想你们先录制啦稍微了解一下到底录了什么东西。我刚开始也许看不太懂里面一堆东西待会我再跟各位抽丝剥茧其实不用全部都懂，但是你要懂最关键的东西试一下先把那个刚刚的动作录制成句，假设吧，我需要做那个所谓的枢纽分析表的自动化，我需要